大家好，我是蔡师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你如何在摄影中用武术来防手震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就直接示范。持好，用双手持好，然后开始走武术的步伐。你这样环绕摄影，就会很平稳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你可以去买一支那个防手震的棒子啊。其实这个你就不用练这个武术了。但是如果你想要顺便健身的话，或是说让你的筋更轻松，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更好，我就可以建议你，你可以练一些武术的步伐，然后顺便就是你摄影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晃了。那如果你可以防手震的棒子，然后再加上我的武术步伐，那应该是就那个防震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棒，你就不用像那个真的摄影棚那种机子，有没有？它那种机子是可以直接这样推的，它那种轨道型的，那一种就超稳，那观众看起来就不会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